不要在学校跑步，你跟老师说一下，别。老师，你跑步，你跟老师再说一下啊。你要不你给老师说一下。老师不给大人说，都叫小孩自己说。行，这边没事。不要跑步，跑步不行。 看好了，别动。好了，就在这个地方。我去，这么硬。 有一点点啊，正常的，好了。这个有点肉芽了，那一个。不能，等一下还要修一点，还有点脏啊。 这个也发炎了，一下就好了啊！这个刚才都跑脓出来了，不要沾水啊！好，修刚才修疼不疼？修不疼是吧？哎，可以。现在就拿来接，拿来接。上药。一会儿上水。不要放了呀。单子那个。你单子那个上面就行。脚就单子就上。 已经修好了，不要动啊！已经修好了。对。就这个地方，指甲就扎这里了，所以这里有一点长了一点。你的指甲长太快了。长太快了。好快啊，指甲。 这边来给你修一下啊，不动。这边修不疼。稍等一下，我。 我咋干了？又晒针，晒针啊？哦，我咋？我咋在这晒针？咋还修脚的？哪里？中东啊？我说哪干大姐了？